jungle. Audio Jungle. 台海局势日趋紧张，台军日前举行反突击作战演习后，大陆传媒随即披露，负责东海及对台方向的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部队已大量部署歼16四代半新型战机，不但全面形成战斗力，并开始战备值班。而中部战区79集团军机械化部队近日亦举行大规模陆空协同作战演习，出动千辆坦克、战车及武装直升机震慑台独。据大陆媒体报道，由于处在东海方向，军事斗争一线，东部战区空军战机的更新换代一直排在优先位置。其中歼16战机第一旅从三年前开始换装，至今已有一个飞行大队成建制换装新机，并在大队长王洋带领下全面形成战斗力，开始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担负警戒巡逻和战备值班任务。报道指，歼16战机是现实解放军最强的四代半重型战机，作战能力仅次于歼20，而该支歼16旅的任务是利用配备的新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摸索并形成 LDQUO 猎杀 RDQUO 敌军空中预警机、电子侦察机、电子干扰或对抗飞机等新战法。报道又称，东部战区空军的楚江西的一个航空兵旅成为第二个换装歼16战机的战区内航空兵单位。有分析认为，歼16战机配备大陆国产新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，可 LDQUO 秒杀日高300公里外的军机，将成为解放军空军未来至少10年内的主战装备之一。空军换装的同时，陆军79集团军近日举行一场实战化陆空协同演练，出动有千辆装甲车辆，包括99A 式最强主战坦克、04A 型履带式步兵战车等。从官媒公布图片可见，有大批武直实型武装直升机超低空飞行，掩护坦克群向滩头镇的进攻。有分析认为，演习规模已堪比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的美军水平。